五花十色烟火，从暗时啊照较像个天光同款，则搁搭配着光影的投射，现场观众是看甲真满意。这是新竹游乐园拄好45周年纪念，特别办烟火秀，真侪人专工来看。一个听到音乐，不论大人囡仔，拢对音乐的节奏，那是提双手在拍扑啊，说来就是在跳舞，也搁小少跳起个舞台前。活动是一个算一个，搁有打弩火舞，表演的人是拿火棍啊，用传统的舞蹈搭配着火舞，像火外国的风景同款，民众是看干的目睭神神神。是很难得，好险今天刚好有留下，因为还有原本还有火舞的表现，然后所以就跟着一起看烟火秀。有没有觉得很震撼？有啊，听说是45周年的烟火，它放出来的声音很大，大声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躺着看烟火？因为这样感觉更舒服。自早时啊，会当升到暗，除了庆典活动，7月13、17甲8月30、24这四天，邀请台湾人鱼俱乐部、人鱼公主甲王子甲游客做伙来翕相，也阁有你若要，乐园也阁限定推出着火山夏宴，讲是独家的料理。今年的暑假呢，特别举行了45周年的派对。那白天呢，除了在有水站之外呢，那我们在夜间呢，其实也有释放，在7点45分有释放，长达300秒的烟火。真侪家庭拢是趁休落期间，规家大细带出来佚佗，全台湾游乐园讲是人安尼吵吵吵。民视新闻新竹报道。